妈，你又搁这干啥呢？俺那要没去登记嘞。这是不是又是快过期了？你这孩会说话不？苹果还会过期了？这有点不正常啊！你咋舍得叫他们吃东西啊？我不是上街了吗？买了东西，走到那门口了，那顺便叫这孩们吃的了。哦，这都买的啥呀？也没啥钱了，咱就买了点苹果还有梨。嗯，那姨爷，恁回来吧，上午吧。你不能上我家。你这女人说的是啥话？你吃了我的梨还不让我上恁家去啊？我家没地方住了。恁家没地方住了？啊，我上恁家坐会儿走走嘛。不行。吃我东西还不让我上恁家？我不吃那个梨，你不能上我家。你这女人为啥不能吃？姨爷，恁要给你，你吃吧。干啥呢？嗯、不是，你吃呗。那啥意思啊？你不吃呗？你姐你哥的面样我也不让吃。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就上你家去了。你走。妈，你这干啥呀？又？我不放你这老三这边，为啥？你为啥？我想问你，你为啥恁烦我不让我上你家呀？啊？你爷现在搁恁家住，我上恁家都不着。不走，爷爷干活吧，你没干活。我没干活，我给你吃东西了。我不吃。不吃算了。那个你来干啥呀？你要没事你回去呗。俺这真热天，你搁这干啥呢？啊，你不是我上你家坐一会儿都不着啊？俺医生，你走吧。我不走。哎，我听说了，你那个是不是你华姐来了？是呀。那既然他来了，你要说一声。我明个呀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来了，我想给他一路上广东去玩几天。上这呀？哟，看你这孩儿大惊小怪。我上广东玩几天去了。咦，你别跟人胡招事了，还上广东玩几天呢？他走路顺时我也有一路嘞。人家广东离咱家1000多里地，你上人家这干啥去？那这车多快啊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玩几天我再回来，省得你烦我。那不行，到你家那个，走走，来吧来吧。啥不中啊？你说一个小。我不走。我这就这样说定了，等他来了我给他一路走了。你别给人家一路去了，人家天天忙的给治啥了，你上人家家干啥了？再说他对我也不赖啊。我就跟着一路上他家，我也不当他的客，就住几天我都回来了。后来我也出去旅游旅游，这好多天都没出去玩。哎呦，你想去都去，俺也不管你，你别给人家化解路。你要吃呗，你上你家去。姨爷，上家去，上俺家去。姨爷，你吃呗。不是，你要想吃吃呗。不吃算了。拿回家给你自己吃。拿回家我就自己吃，咋吃我还累。不能。为啥不能啊？那花姐不能上家。啊，那花姐来了，说不能上那家。那是。离家。地方。离家那花姐啥时候到呀？他们明儿个坐飞机到。哦。你还消息怪灵通了，你咋知道人家来了？哎呀，那肯定了，那华姐她成天都给我联系着的。你看我啥时候照片啊？说啥？你看见她照片啊？我看见照片，不看照片，本人都看见了。没有啊？哎呀，看见我的啥？你我那在你家去。骑着电车走吧，骑着电车走吧，你也。那你别去，没姐，你看你。姨爷，咋着？我吃饭再说。你说，你给孩们拿的苹果还能再要拐回去？那不要呀，他不吃嘛。姨爷，恁真不吃啊？啊？给不吃。吃吧，恁给恁拿的嘛，去吃就去吧。我不吃，你走吧。我不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花姐来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回你个白在背后，恁都在这说坏话了，并且我说给他一路去，你提前跟我说了，不让他理我，我你赶紧跟他要的。上次我都不愿意，你不愿意吧？那个你撇了恁家，真不能在我恁家撇了。人家之前都给我联系好了。那你想去了，我也不拦你。你只要有钱，你上哪都中。没事，这没事了。你给我在楼顶都准备。这擦草炸完了吧？炸完了。这后也就该喂了。中啊，那这华姐明儿来了，给咱那鸡子带个，做个地锅鸡，贴着饼子。第一次听人家真大方式送地锅鸡的。哎呦，我从来没听人说你那金子。那人家不是从广州远道过来看离家的吗？吃东西，还做呢。
要钱都想干嘛的？我干的呀，你那你人给我干上了呀？我还不挣钱。不挣钱？你别给你人斗嘴了，大。我说邓总给咱这个地儿收拾收拾，要不然看着可脏，是不是？啊，给这地儿收拾收拾，然后是不是看着也利索点？老汉子啊，你这房子在家里，你这不大点回家了，是不是？你有点事啊呀？对了，俺大爷给你买那衣裳，你穿着合适不？嗯。你还舍得给我买一点衣裳呢？还要得，爷爷要钱。爷爷还得也值不了我三两块钱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个钱，我买的裙子，我肯定都是便宜的，真样式贵呀，你才舍不得呢。就那都行，讲你是呀，你还想谈啥呀？我以后吧，我以后那个收拾收拾啊。中啊，买个衣裳都别想着买什么了，买什么恁大爷得给他回家，不能再搁这给恁干活了。不，俺恁大爷算还想买什么？俺都没有叫俺大干活，这两天腰疼，知道不？我你说咋的？嗯，我姨姨，这两天是不是没有叫恁那爷干活？恁爷腰疼，听见了不？姨姨都知道没叫俺大干活，你别搁俺这啰嗦了。俺这在这织啥子？那扎个草又累不住啊。不喂了你。不喂了啊！中啊，上午吧。走走走，上午。哎。